今天的手术由杜人贩指导，江东柱你担任助手。除了你那个爸爸之外，你到底哪一点比我强？不想做的意思吗？那你退出啊，快滚出去。赶你出来你也不能真的出来，应该死赖在那里才对。你去向金师傅求饶认错，无条件认错。好像有可疑的人潜入了我们医院，你怎么能随便闯进这里？如果现在不马上停止手术，这个姐姐就会死。不可以啊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浪漫医生金师傅，东森戏剧台。